情深不愿散，纵然有宿命拨开我心。他走了，你不说话，我也知道你在想什么。是吗？你在乎他，但同时你也担心，因为在你心里，你特别在乎的人，你希望他们离你远一点，你才会安心，你才会觉得他们是安全的。你好像喝多了。那又怎么样？醉酒的女人更了解男人，特别是我，因为我很清楚你。不过我不能陪你了，今天晚上我还有个应酬。我想要提醒你，如果你在乎他，就抓紧他，因为一旦失去了，就再也回不来。要不要？哎，老板，柳如烟的鞋您看看，要吧？价钱好商量啊。沈芳知道。